是要十八盒吗？对啊，太多了。如果再少一盒，还多一盒。我昨天做那张单，我哦嘿。因为现在是跟泡泡的早了。对啊。就是通常说会不会太？太忙了，那个早上才两个人。而且我们这边也一早一晚，对。现在。没有早上没人会太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就是你说什么东西？说他要自己过去拿吗？哎，他要自己来拿哦，这还好。那我会有点远，不知道他哪里哦。哎，所以你拍那只有拍我们这一集。对，我窗台我都会另外。就是这个量，嗯，就刚好各，就是各两个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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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办法，你觉得叫带的？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很难。我觉得他现在应该，而且我妈现在又家里那一些事情，哇，那个一堆事情要处理。那我放假我也是都在忙那些事。那就是阿姨来了，老板娘。对啊，就看他怎么想。看老板娘。对啊。不要来。不然我们就是那一天随意，随意卖，天天犹豫。客人，你要不要就全部都是请他们？我先煮饭吧。就是大火快炒，是另外一种新鲜感。对，嗯。可是台南的市集比较少，对，都在高雄比较好。过去我一去就放弃了。对啊。说实在，在那边办很好，对，很累，只是就是缺点就是动线塞，位置太小，好像一万人挤要可以。对啊，对，人流太多了，他可能评估人流可能没有这么多。嗯，对啊，有没有那个场地？大的有十颗，小的是每样都一个，大概里面几颗。
全部都有，就是总寿司都有，各一个，各一个是中和小的，里面大的是有一些是两颗，像包会。需要加姜片或洋葱丁吗？洋葱。好。跑出来，这葱爆多哎、欸，超猛的哎、欸！这排了十分钟，它已经卖完了，还好我们买了六个，秒杀哎、欸！老板说，就前阵子有 YouTuber 来拍他，他整个生意大好。说这一家就不告诉你们店名，好香！他刚刚在切的时候，那个葱花会一直跑出来，这葱爆多哎、欸！外皮煎的酥酥的，它是有点淡淡的焦味，里面的那个饼是比较湿润的，葱然后盐巴这样去调味而已，每咬一口就感受得到葱花的味道。爱吃葱的人呢，你一定要来排这一家，一个小时就值得了，超好吃的，是每天自己煮的。哎呀，我们就是现磨现煮。它这个超大罐的，它45块，就是传统豆浆店的那个味道，只是比那个再浓郁一点。而且它在那边完全无添加，它认真黄豆现磨的，所以这一罐算是黄豆中的精英哎。超爱喝豆浆的，因为豆浆丰胸，啊虽然看不出来啦。这样才30块。是麻油的味道哎，哎，好像有点干干的那种油饭，然后粒粒分明的糯米。哎，这个要买大盒的啦，超级不夸张，这真的好好吃哦，这有一种小孩子满月的时候那种油饭，这有麻油的味道，很香，这是我童年的回忆，超推，大家这边一定要吃它油。